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开工了。今天是去临潼接一位客人回西安。这几天下雪，路况有点不好，但是开慢一点儿。路上白茫茫一片。临潼这边雪还蛮多的，山上满是积雪。今天开的慢，差不多开了一个半小时，快两个小时了，走的低速，高速封了。今天下雪了，在海岸和梦萌来玩一下，明天就后天就报名了。以后就可能周末才能玩一会儿了。爸爸先做午饭，带他俩下去玩一下雪。走。西安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雪了。锅底下冻不住，底下都化了。滚雪球。滚雪球。这个雪球好小呀。要不要堆个雪人？默默要不要堆个雪人？我不要，我要滚雪球的。看一下他们怎么玩滑雪，拿了一个木板在那滑。你哥叫你呢，你哥问你滑不滑，这有个木的板。哎，滑，让我板上它。你要滑就过来。好，来吧。哈哈哈。还有一块板子吗？啊。等一下，让我去坐下来，推你一把。啊，不要，给我腿。美不美？从这边上，这边不滑。回来饭做好了，我爸做的麻食。今天下雪就吃个热乎的。你就让它下雪，上不滑子了呢。底下有点滑。啊，不要紧。底下有点滑，你等底下水小的还。我知道。你下午还跳舞，几点？几点出发？你就学了另一个舞蹈吗？嗯。没有教新的舞蹈。今天也教新的。雪莎喜欢吃油泼面，来做一个油泼扯面。然后再醒一会儿就可以了。给萌萌扎个头发，一会儿要去跳舞，想扎一个丸子头。嗯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嗯，这还是不好意思。嗯。不揉。扎高一点啊。不揉，你揉就完。要给我拿个这个小皮筋扎，这个腿我给你拿一盘。这不行吗？哦哦，对对。好了，照一下镜子。你刚手靠。这有镜子，你得再调整一下。舞蹈衣一换，准备跳舞去。回西安了，这会儿在医院拿个药，一会儿就送姐回家里，结束了今天的订单就结束了。梦萌跳舞回来了，带了我家写作业，他说还有点作业没写完。舞蹈班发的这个花好漂亮，不是发奖励的啊？不是，小米送我的。哦，同学送我的。
来，看，阿姨送给你的。哦，这个。这是啥？你知道？正了解你的身体。Discover the human body。啥意思？研究你的身体各个部分机能。你可以打开试一下，可能跟拼积木差不多。妹儿，干啥呢？你先玩一个吧，妹儿，那你玩这个。这啥玩意？这是个类似于拼图，你打开看一下。啥？咋玩？猫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看说明呀，那不是英文吗？全是英文，我一个。那你不是学英文了吗？我学英文，我没学这么大。你现在研究嘛？那都是简单的英文，就是小孩玩的那种英文，小孩。都是小孩的英文嘛，有啥？你肯定不会写难的单词。你看 ，every part of human bodies， 你看这都你学过的单词。没有。你顺便了解了 bodies， 而且学了英文。我中午给你准备了麻食，还有扯面，然后结果你说你不回来吃了。中午跟大姐在外面。还给你带了个菜盒，热的，谢谢。这个还特别好吃。本来在我妈那边，我都给你弄好了，然后你不吃，我就把它给带回来了。给你晚上做一下扯面，油泼扯面。晚上吃。刚在那儿也吃的是扯面，菜盒好吃。你现在还吃吗？要不要把面给你做一下？菜不一吃就行了，是吗？没吃完。那你热一下，让他俩吃先。现在下午，他俩估计也有点饿了。现在下午四五点，估计小佳也不饿，刚吃完中午饭吧。对，就是简单吃点。然后那个面留着晚上再给你做吧。嗯。菜盒热好了，拿这个锅一热，还挺酥脆的。你吃菜盒不？不吃。你吃菜盒不？我不吃。收工了，新年第一单，回来吃个菜盒，喝个丑酒，美滋滋。下午再加一餐。好吃。简简单单，一顿饭。今天吃个羊头。阿姨还问你，开学了没有？没有。后天报名，周一开学。刚好过完正月十五。哎，明天就是元宵节了。周一是。对不对？嗯。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元宵节快乐。明天元宵节呀，哎，元宵节你可以打你灯笼。啊，这是送你的灯笼。哎，你俩可以明天一起打灯笼。这个我也有。你刚不是说给你加作业？给全班都加了。你说明你们表现好吗？给你加个作业，对不对？就是明天一天了，默默今天你把作业写完，明天还能玩一天，后天就报名。不可能的，作业两三天都写不完。老师布置有三项，然后我还有五六项没完呢。就是一个字写三遍，一共有一页、两页、三页，就完了啊！啊
这是语文的，语文又新增了作业。嗯。对，今天的第一今年的第一单交上去。我给你转过来。我知道，我拿现金给你、给你微信转过去。双方啊，哎呀，加油呢！好吧，今天视频就简单分享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默默，拜拜。拜拜。